最美好的夏天，记录着最最美好的一切。微风它轻轻抚摸我的脸，你突然悄悄出现在眼前。这就是最最美好的夏天，诉说着最最热烈的爱恋。花香飘飘带来回忆，牢牢锁住这情缘。I make fetish rap. I took a lot of weird shit and they copycat. Look, my dick in circles on my abdomen. They call me Adam, Eve, and Genesis. I'm the type to take your money, take your soul. I leave no fingerprints. I leave no fingerprints. Fuck with my girl. I'ma lick it really just see when. When I close my eyes,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Everything you said, I'll keep in mind. The rain will stop, the sun will shine. Baby, you say hello, hello. I got your shadow, hello, hello. Baby, you say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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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和你躺在阳光下的海滩，精心准备的早餐，身边有穿西装的保安啊。对我们说着早安，牵着你散步在下一个路口转弯，这感觉太不一般啊！我想要带你去的地方绝对不止风景，躺在我胸口 baby， 南风走进我的心里，这过程值得回味。喜欢你爱的纯粹，每一次需要你的时候总会给我回馈，有你在身边我眼前琳琅。Oh boy。各位成员，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是新昌唐诗之路博物馆，它是为了集中展现新昌的诗词文化而建，这里也是我们今天任务环节中金银台的所在地。描述这一部分的72个诗词字块已经出现在了台子上，这也是你们今天获得字块的最后一次机会。而这一次的有缘人是一组人，两个。接下来的这项任务也将决定谁在指认有缘人的过程中拥有额外的票数，请来领取任务卡。我去，我来。我们最后一个任务是蒙眼撕名牌。什么？什么？蒙眼。每组派出一位成员在场地中蒙眼就位，通过声音判断其他成员的位置，并撕掉他人的名牌。怎么这么多人？被撕掉名牌的成员淘汰离场，越晚淘汰得分越高。混战撕名牌，男生一组，女生一组。哦，第一个被淘汰的成员不得分，留到最后的一位可以得10分。哦，那我们第一轮先由男生组进行，女生可以在旁边休息，同时品尝焕新升级的 MC 原味酸奶。今年 MC 焕新升级了基础原味酸奶，带来了更顺滑的口感，用更健康、更美味、更有品质的酸奶回馈消费者。现在就请六位男生戴着眼罩前往瑶池中就位。这个游戏瑶池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狗着。三二一之后，大象鼻子转五圈。啊？哦，还得转，还得转。我天哪！请准备，开始。一、二、三，挺晕的这样。四、五。哎呦，哇，绝了！就是跟小兔崽似的。Yeah, yeah, yeah.
要。三一二，就不能往地上躺，我觉得躺上反而被容易被死。对。跑得好快呀、啊！挺吓人的，我的妈！哎，你们是可以说话的，沉默的声音震耳欲聋。就是哪里有声音，然后就觉得哎就来了。啊，你好适合演这个。太可怕，李晨现在就是那个最可怕的那个僵尸。抓到了，完了！谁？我陈哥，摸到了200斤的黑手，救命啊！救命啊！他俩结盟了，不会吧？我都感觉他俩不会结盟了吧？不是黑牛。他们在哪儿啊？对暗号了
快到了。周深，还有一个你的盟友。周深，请握手，请握手。不要，不要。你这，先生，你好像还蛮精神病。你可以失态，但是不要变态，好吗？这一局周深得10分。我都已经成这样了，是吧？你毁掉还能过吗？能。接下来轮到女生组。哇，太吓人了！加油！我太害怕。看你们注意安全啊，尤其你美丽姐要来了，咱们就该给就给。朋友们，我们可以平和一点吗？美丽姐你在哪儿一定要吱一声。好的，我直接送给你。真的，谁敢跟美丽拼？一十字固，然后静悄悄的给你撕掉。请准备。伟丽姐，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太害怕了，我想离她远点。大象鼻子转五圈，开始。怎么是大象鼻子？三、四、五。哎，怎么这么统一？怎么全都贵妃醉酒了呢？突然，怎么不下手啊？哎呀妈，吓死我了！嘴呀嘴呀，你是哪一位？我。你是谁？来威力姐，到了，到了。这是啥？小心后面！你看，差点把你给弄了！吓死了！谁？哇哟啊！黄奕啊，黄奕，你好！这就上手了！伟丽姐，又是伟丽姐！
哎呀，是什么意思？哎呀，我不好意思撕啊。美丽，美丽，你放过依依吧。妹妹啊，我放过你吗？要不你撕了我们这去。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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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See how Carla's holding? Whaley's left hand, not allowing her to go choke with that han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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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在 UFC 都少见啊！还抢我呀，真儿！我踢到你身了，真儿，真儿！我踢到你身了，我踢到你身了，摸不着。换人了，换人了！向前抱我，一起撕他！撕完一剑，他在我上面。就是这儿，就是这儿。白鹿，你撕错了，让你偷袭的是伟力。哎，你们现在过去偷袭，现在过去偷袭。偷袭谁呀？偷袭伟力。偷袭伟力。伟力在哪里、啊？在你正前方。正前方。快去快去，他们地面缠斗。黄奕 out。啊？我的天哪！没事，你以后的名号是跟伟力纠缠了一分钟。伟力姐，你往前摸吧。你要小心。哎，谁？伟力姐，又是伟力姐，又是伟力姐，又是我。伟力姐，我都。伟力姐，我好像摸着你两个。伟力姐。摸不到他后头。哇塞，伟力姐，我来了，伟力姐！伟力姐，你来，你还敢来，伟力姐想？别害怕，伟力姐，我来了，伟力姐！来一块儿，撞他背后。你一碰他，他马上消失。拎起来，拎起来！哇！哇！哇！
哎呀妈！丽姐，你 out 了吗？我退了，你们 out 了，四个人，我 out 了，啊，吓死我了！依依，你还在吗？依依，哎，依依看出来是一个文静的女孩，不愿参与你们这些内斗。依依，依依，你伸个手，但凡愿意往前伸个手，依依，伸手。咱得有点跑男的意义，再来一趟跑男，起码展示一下吧。妹妹，妹妹姐姐，跑不掉，发力了。孟子义，伸手，伸手，伸手。哦，伸手，上吧，妹妹姐，上，上，就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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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的时候毫不留情啊，歘一下就带了。转一下，发现没有？白鹿，等你走以后，白鹿，你以后叫白美丽。往哪儿走？正前方，正前方，起步走，向右转，向右转，走，向右走，向右碰，哎，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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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身体，哇，哇，哇，行了，安美丽和白美丽，你俩撕吧。来了，白美丽，突然叫出了尖叫鸡的声音，UFC 的感觉。白美丽，来吧，不用谦让，就一下了。进攻，进攻，进攻！摔跤了。哦哦哦！进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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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不要拖。进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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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拖！进攻！哇！哇！哇！进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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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拖！那最终排名第一的是。白鹿周深组，哇，太棒了！然后，所以在接下来寻找有缘人的环节中，可以额外获得一张票。我都没有想到，真正的白鹿会赢在撕名牌这一局。真的。